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啊。今天呢，为大家进行一款一个俄罗斯的动画制作组做的游戏啊的，名字都不好说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重新刷一下这个页面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片头啊。啊，好像还做了个赞助之类的。这个呢是今天刚刚在这个 Newgrounds 上面看到，其实好像是一个非常老的游戏了。然后呢，它的名字呢叫做，怎么念呢？这么念。Охрустенный квест. 啊，就是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一个冒险啊。这制作组是谁呢？是一个，俄罗斯的一个动画制作组啊。有一段这个俄罗斯方块对魂斗罗的这个视频呢，就是他们做的，啊，然后啊，后面有一段这个操作说明，一看就是用谷歌翻译或者用什么翻译机弄的。这个 management 应该是操作，它写成了管理，然后呢，把所有东西都点一遍嘛，这边点呢写成了戳，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拿着根棍子把所有的。啊，点来点去，然后呢？啊，没错，指的就是用鼠标左键。好的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来开始游戏。一群醉汉，美女被捕了。我们的主角冲上前去，好像还冒了句法语。沙拉沙拉号，你这人完全不懂俄语啊，所以这个，纯粹看图说话。这边有英语 tonight 今晚啊，没错，这里是这个，估计就是操作说明之类的。然后还有什么，说不定还说了一些关于这个啊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之类的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是的，这就是这样一个游戏啊。还有这个相当烦人的背景音乐，我们先来点一下这个，哦，用不用这么乱？好，这边这个大个子挡着我们，啊，如果我们，他也拿出一根树枝嘲笑我们，因为我们爬不上去嘛，啊，来，我们爬上去看看。差点以为这么就死了。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有点烦？但是好像关掉背景音乐的话，声音也没有，所以没办法。我们是一个十分注意环境的人啊。我们被这个梯子压了，还重新把它放好。哎，这边这个石头怎么样呢？好。喝了口酒，然后想扔上去，没用。啊，这边有一块石头，哦，挖地3尺，臭皮鞋、马蹄、喇叭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这几个都不能点。好，电插头怎么用呢？什么？那么。果然还是我们自己假装要爬吧。哎，我也要爬。果然如此，是什么？他竟然变成了一扇门。这什么展开？好的，那么这边呢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了。哎，以及这个背景音乐消停了，是不是这个插拔了一下啊？好，我们爬上去吧。什么？果然是个广告的，好像是个薯片之类的广告。哎，这边又有人挡着我们。我们先来站一下。怎么办？听不懂他说什么。
来喝一杯，来一杯吗？哎，我不想一下子就找到了过关的方法，我要把所有的过程通通看一遍。什么？我们还撞到了剑上，还不行？好吧，哎，这边有麦当劳，来，我们先把火把举下。什么？竟然无效？啊！被抢了！被抢了！被自由女神像给抢了！什么？这就没了？来，麦当劳，麦叔叔，吓死了！死而复活吧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原来是真死了。这个是惊奇盒吗？这个真死了是什么展开啊？好吧，上面哎，可以直接点这个吗？是个气球，我还以为是个套套呢啊。先点这边试试看，悄悄的过去，不要这么粗暴嘛。这边是不是还有个啊？一样。怎么感觉他说的也不是俄语？当然我也不懂。来，我们把气球拿起来。这个真的是套套的样子，笑死你，笑死你！什么？你这个笑死的也，这个展开啊，想象不到呀。哎，我这边啊，还是在这边。什么？我们拿起了一把喇叭枪，打哪儿呢？感觉是打这儿的。我们先来打打这儿。不就？什么？又是广告？不容易啊，做个广告，做个薯片。这么看来，这个游戏的标题的名字啊，什么什么冒险啊，估计就是这个薯片牌子啊。这还真是。是，哎，这也太轻易了吧。是啊，我们湿了啊。这个重新来过吧，大侠，请重新来过。死亡结局真是不容易。就哎，打开了哦。哎，真是的，果然应该是打这个吧。快喷个鼻血之类的。哎，我还能打他们。我打，哎，什么？我要打的时候他们就那个了。我现在不能打其他的，只能打这个，里面说不定有什么东西。是鸟啊，飞鸽传书。哦，我们三个好兄弟来了。什么？原来也是 bad end 嘛？哎，这样的话，哎，但是我们刚刚打出裸女之后，这个门就不能打了，对吧？我们打出裸女之后，只有这一个选择呀。哎，这可不成呢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啊，对啊，裸女下去之后，我们也可以开吗？啊，果然就是这个意思吧，就是先要让女的回去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三个好兄弟来了之后呢，啊，他们就会把我救出来了。着喽，哎。这不是啊，没错，
这段视频大家可能也看过啊，难道这就是出处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但感觉啊，并不是出处啊，而是就是又把他们过去做的一个梗啊用在了这里。这段视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，可能只看的是 GIF 之类的。好，我们先上鱼钩看一看。到了鱼钩之后呢，这边是什么大炮？哎，是了，医药包。拆了绷带，果然第一步呢还是要上来，然后呢我们跳过来四。哎，还有选择吗？我们死一次看一看。什么？被烧焦了啊，化成了灰烬，变成了香肠。好吧，这是个什么展开？米之声觉得机器开始有点卡，稍等片刻，看一下机器有没有问题。没问题啊，好，总之我们卡，大不了卡的不录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五四三二一，这边都不行啊，这个呢？这个了，好，这边只能选这里，好像没有办法再往下，所以呢？哎，停住了，它停住了，哎，我们。呀，哇，失败了啊，又被切成肠了。好吧，那么我们继续。莫非哎，这个不能用呀，来到这里也不能再回去了。选这个还是会变成之前的结局。好的，但是到了这里之后好像不能走下面。我们这边完全这回他没有做这几个动画。好吧，那么我们还是按部就班，来到这里之后先在五秒钟的时间内看一看能不能点下面。不能。好，来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再回，不能再回来。这大哥谢谢你，拜拜了，嘿嘿。是的，哎，什么？你们都在啊？还在抗议呢？哦呦！什么？这我们现在这是啊，又是个打枪的展开吗？好的，那我们看看打马里奥打不打得到，感觉是不能直接打马里奥。打中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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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然是赞助啊。哎，不对啊。少女不对啊。救命啊，怎么办？人马小姐不迷茫吗？这是啊，是的，感觉最后不那个马里奥，不打马里奥，打其他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支线。那么迷之声呢，试着去把它给打出来啊。这个广告做的还真是相当不错，还有 DVD， 有什么彩蛋吗？没有，果然是被马里奥绑走的啊！这个画面还看不太出来。好，那么迷之声自己去玩一下，等到达最后的时候呢，或者有什么新剧情的时候呢，再来向大家汇报。杀生后。对了，刚刚想试一下我们这个假装爬梯子之后啊，之前呢我们是直接点了这里啊，现在呢我们点上面，我们变成了烤串，
还是三串儿，啊，味道真好。吃了一瓶 HP 药，哎，这个感觉是弗兰肯斯坦的样子，没想到他是个电吹风，没想到他最后是扇门。是的，大家好，我们回到了宿命的这里。我们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一枪把公主给开了。不能啊，不能啊！啊，看来我们终究只有一个结局呀、啊！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一枪把自己崩了，不能，崩不到。这里纯粹只有大马里奥一个绽开呀、啊，然后我们就只有。我们就只有面对现实了。耶！好，我还以为我的枪法差了呢。是的。感觉这里也没有什么彩蛋啊。好的，那么这款游戏呢，就为大家这个看图说话到这里了。叫它什么名字呢？临时冒险、广告冒险、软广告冒险、俄罗斯有病，无所谓了。哎，到时候把这个俄语的名字放在标题里面，一定很洋气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。